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 A 卡日记。A 卡日记，那今天是10月12号啦，游戏是10月9号的时候正式上线。那想要玩的人，我会把那个下载连结放到我影片下方的中的资讯栏位，哦，再下载来玩就可以了。那来看一下哦，账号登录。那只能注册账号嘛 ？OK， 自己输入账号密码，然后可以快速注册。快速注册应该是帮你产生账号密码，然后可能会把你的账号密码存到你的相簿里面，通常是这样设定。那这款游戏我不知道，我待会做做看。那还有 FB 登录。好，那我就来快速注册一下。OK， 没错，他帮你产生账号密码，然后你把它，他会把它截取起来，好，截取那个图片。OK， 那在10月10号5点的时候开启了二服。这边出现三区了，所以公告没跟上啦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毕竟已经10月12了。好，来吧。应该是一款女性向的恋爱换装手游。没关系，我也来试玩看看。我还是偶尔会玩一些换装手游啦，偶尔啦。这个应该是女主角吧？那比较有名的就暖暖系列吧，闪耀暖暖是不是？那个我好像忘记有没有试玩过。那有的换装是欧美的，有的换装是古装的。哎，怎么卡住了、啊？出问题了，不能玩了，糟糕！哦，这样好了，我重开一下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看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就只能怎么办？换个模拟器玩吗？先跳过看看好了。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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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邀请函是不是要输入我的游戏 ID 呀、啊？果然，一样就叫哈姆。有时候游戏安装完之后，你最好是重开一下，它会更新嘛。然后更新解压缩之后，有时候你重开会好一点。然后这个游戏首页的 UI 界面给我感觉很浅色系，然后很明亮。比较粉色系，有没有粉紫啊、粉红啊、粉蓝啊？那游戏音乐比较小声，我已经开到最大了。好，璀璨造型室，哇，这个有小红帽哎，所以我们要抽就对，抽这个衣服，优雅贵族。那这边有我们的主线任务。哦，如果你是常看我频道的人，有没有？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是男生嘛，那这个游戏你可能就不会想玩。那没关系啊，能看到我介绍的话，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，你也可以推荐给你们家小朋友、小女生来玩。因为小时候我们都是玩那种纸娃娃嘛，纸娃娃可以换装，然后再来玩芭比娃娃嘛，芭比娃娃就比较立体。它比较贵，应该说超贵吧。一个公仔，然后可以换衣服啊，换造型啊。芭比娃娃小时候应该都是比较有钱的人在玩的吧？我们都只能玩那种纸娃娃、洋娃娃什么的。当然不是我、啊，是我姐姐啊。我们男生当然是玩机器人啊，对不对？他有机器人啊。太粉色系了啦，太粉了，整个界面都是粉粉的，粉嫩粉嫩的。这边可以自己制作时装，然后需要这个素材。好，小西装做好了，那我们要去挑战电影实景。
好，挑战。挑战前一定是会要你，好，这边有讲嘛，换上符合这个帅气休闲的风格。然后他有推荐嘛，小西装嘛，然后还有刚刚我们做的那个鞋子。好，然后保存，然后就试镜，然后就有一个评分。通常会有个评分啦，有的还是换装对战的，就会有一些对手，然后你们要换装，然后比分数，然后通关这样。那这边会送我们十连抽吗 ？OK， 这是卡池星光造型室设计十次，哦，可以十连抽啦，不错哦。那看起来不见得会抽到衣服啊，我会抽到一些布料。布料的话就是我们的素材啊，我们刚刚要去做衣服的是素材。好，这边要优雅的礼服，我现在有两个，就刚刚抽到的，所以刚刚那个抽应该都是固定，那个十连抽应该是固定给你的。好，好清凉哦。这一款是全部都是 2D 立绘哦，没有 3D， 有的高级一点的换装手游是 3D 的，那不然也有 Life 2D 吧。那我们升咖啦，升咖就是提升我们的位阶吧。因为毕竟这款游戏叫做 A 咖日记啊。哦，演艺圈很辛苦嘛，一堆 C 咖、B 咖，不是咖。哎，竞争太激烈了。那这边是我们的收藏柜，好，可以增加我们人气是不是 ？OK， 人气。这里的人气可能就是我们的战力啊！你想象说人气就是我们战斗力。签约主播，领奖。好，我已经成为签约艺人。夏天小太阳，你回来了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哇，不愧是你。感觉做什么都游刃有余呢。竟然还有语音。好，然后这边有关卡。那挑战。好，不行哦，跳过。这边有试镜要求，然后还有推荐时钟，我没有，所以不行。那逐梦之路的话是。跟这个游戏主播来比拼有没有战力，这个是人气，好，但是你想象它是战力就可以耶。那我们一定赢啊，废话。好，然后继续，这是我们抽到的角色，就是有点像，因为这是女性像嘛，男性像是要抽一些美少女，那男性女性像就要抽一些美少男。那我们就是他，就是我们签约的艺人，是不是？然后升级，这个是哈姆全能。好，领奖。那我现在等级已经12等了，来继续挑战美女主播。反正你战力比他高，你就会赢。这种没有什么战斗不战斗的。好，升级领奖。我们跟自己人在打哦。这边是应援吧。好，
反正这种游戏的战斗系统就是只能做成这样了。那回到我们的首页，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把它看一看，好不好？这边的话是我贵族是 VIP 的，我现在没有，然后名字可以修改，称号也可以修改。我现在只有一个称号叫签约主播，其他都没有。然后这边是魅力、人气，这边是我的属性：口才、演技、歌艺、颜值。头像气泡应该也没有嘛。系统设置的话，音乐音效 ，OK。我刚开始觉得它音乐有点小声，你可以自己在那边调整一下。然后还有亮度，因为我觉得它有点亮，然后有点淡色。好，在线奖励，每日签到。好，月卡170跟330。好，女王卡跟新人卡。周周好礼，明星助理。看广告吗？哦，没有。我要领取啊，然后这个其实是要储值才可以领取这些奖励。好，这边福利几乎都是氪金啦，哦，几乎只有前面这个在线奖励，因为我已经玩十分钟了，这里有写。然后还有每日签到，这两个可以领吧，其他可能就要花钱了。好，周周好礼也可以领，这个嘞。好，确定，这个也可以。OK， 那我们继续看喽。我现在贵族一耶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要储值才会变成贵族一。哦，储值300才有。那这个会不会是手厨啊？手厨送这些东西，应该是。哦，然后每日手厨，手厨礼包哦，手厨礼包在这边。排行榜就是氪金大佬哦，更正一下，氪金大姐姐哦，氪金大姐姐。基本上玩这种游戏应该都女生啦，男生大概只有我这种会帮忙介绍一下，只有我这样会帮忙介绍一下，推广一下，对这个社会有一些帮助。因为大部分的游戏都是做给男生玩的嘛，动不动都是美少女卡牌收集啊，美少女养成啊。这个是我们刚刚签约的那个24小时，只有24小时可以用。好，那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呢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做主线任务就可以了。直播不行，故事不行，开卡就是升级吧，我现在还不行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来升级一下下，这是换装。那我们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个看板娘可不可以换，因为男生都是叫看板娘嘛。艺人邀请吗？不是啊，这是戳戳、啊。我现在不知道这个看板娘怎么换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想要换女生嘛。好，是不是这里啊？带回家，应该是带回家吧。哦，果然，但是这个角色完全不会动啊，没有 life 二 D。那我们这个夏天应该会动一下吧？对啊，它稍微动，它会动一下，所以这个比较生动一点。好，工作室现在不能开，背包也不行，背包可以啊，就是这些东西嘛。关卡现在有两种。
这个你要合符，要先做出合符来，然后推荐的东西，那你就要去制作，制作就需要这两个东西嘛。那我现在要知道这个要怎么获得，这边都有告诉你，这个有告诉你怎么获得。简单说就是打逐梦之路啦，一直打一直打，打到一定程度你就有那些素材嘛，然后你就可以做合符，有了合符你就可以玩那个另外一个关卡。好，应该可以招募了吧？这个信物就是碎片，30个碎片可以招募一个艺人。林峰让我想到高林峰，已经去世了，就很快吧，就得癌症吧，就被告知之后已经末期了。金泽，然后这是布置我们的房间吧。好像只能这样齁，启动这个房间，就是增加我们的属性，一些布置有没有，这边可以布置一些柜子。那城市的话我还不知道，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玩法哦，一些其他的玩法。我要用钻石来买就对了，我没有钻石哦，一个无氪玩家来试玩。这边是经理人欸，哇，经理人怎么比较高级啊，还穿古装欸。哦 OK， 金牌经理人协会，应该是工会，我觉得工会系统吧。好，我们继续挑战吧。直播间开了，好，可以直播了。我们是网红主播嘛？那现实生活中我不是嘛，只是一个小杂鱼，只能苦苦的每天就尽量做影片这样子。这边要干嘛？可以点就对了。好，点完了。那有次数啊，点完就要恢复，可以获得这些，就跟那个直播说要跟人家互动嘛，好，一键互动，然后就会有流量啊、金钱收益、资历收益。OK， 那故事的话还没开，还不行哦。那欸，我们通关的时候需不需要体力啊？好像不用体力耶，是不是啊？我再看一下，主线任务完成了，这我主线任务，然后继续前往。西门泽，我的那个粉丝比较多，我赢了。拿了那个加油棒，好，继续挑战。人气，一开始你不会输啦，因为都是新手嘛，一开始都很简单。你之后就会卡关。好，可以故事可以看的，来看一下故事。好，第一章重返娱乐圈。啊，这边就有剧情。姐，不好了，夏天气不过，跑去星月找李春秋了。好，然后还有语音。什么时候？听这个配音，你们应该听得出来是大陆的游戏啊。所以我在那个留言区有看到一些人留言说，他有玩过陆服的版本啊。哦，因为
就算洛夫我以前之前我如果有看到的话，我也是先跳过嘛。我要见李春秋，我还是以那个我们台湾 Play 3D 上面有上架的为主，再来游玩。不好意思，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好，我们先跳过吧。这组走吧，小师弟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。好好好，公司冲突，然后回顾看完了。当然我没有看了，我用跳过的。OK， 那游戏的玩法很多啦，很多啦，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聊。这边零零总总的一些按钮嘛，而且它是比较粉色系，不是那种土豪金啊。有些大陆游戏就是一堆氪金按钮，然后都金光闪闪的，看了就很刺眼。但是它也是有贵族 VIP。好，继续，然后可以跳过了。好，第九关了嘛，我们待会第十关的话可以干嘛？好像也不能干嘛，第十关了。OK， 又要可以合成啦、啊！欸，这次的艺人是女的、欸，所以游戏的艺人不只是只有男生，也有女生啦、啊、哦，所以说男生要来玩应该也 OK。我们马上把他那个弄成我们的看板娘，这样要来我们家带回家。OK， 在这里。但比较矮啊，比较小只。我觉得他如果再大一点，再高一点也不错。这样占至少占萤幕的大概五分之三吧，会好一点。这样就有点小只，上面就有点空白。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好不好？那如果你看到这边还有兴趣的话，就下载来游玩吧。好、哦，主要我觉得还是偏女性向啦。这边可以十点哦。那就来个十点好不好？必出四星艺人嘛。不完全是换装，有点那种明星啊，那种要跟艺人啊，然后一堆演艺圈的一些元素都有。哦，四星抽到这一支，研习四星偶像，然后就没啦。那这边有造型室，哇！我现在没半张哦，要花120钻，因为他这边说可以十连啊，可是我来了不能啊，不行，所以他那个这里十连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反正我不能用，那是邀请，我是确实是可以招募到的。哦，这边是我的四星研习。OK， 那本期游戏就先试玩到这边吧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